好，咁我哋嚟啦。睇翻嗰個本書，去到呢個課題嗱，呢、這個課題咧喺電磁學上，即係有度咧係極其重要嘅。點解咧？嗱，我哋嚟咯。上次講咗有電流就有磁，上一個課節講緊嘅有電流就有磁。好啦，今次呢個課節係講咩咧？有電有磁就有力。OK，嚟多次啊！有电有电有磁就会有力嘅出现。OK，有电有磁就会有力嘅出现。磁浮列车咁嘅概冇念。错，磁浮列车啦，Tesla 啦，呢啲嘢全部都有，全部都系呢样嘢嚟嘅，得唔得？好啦，咁我哋嚟咯。开翻支笔先。有电有磁就有力。好啦，咁你睇下本书发生咩事。本书佢话啦，尤其是呢度，你見到紅色、黑色有電噶嘛？係咪？有電流通過呢條銅棒，呢嚿嗱開頭咧，佢就把晾喺嚿海綿上面，就係呢個重量。但係你見到，當我一擺嚿磁石落去咧，你見到呢一度啊個重量即刻改變咗嘅。咦？點解畫唔到嘢喎？个重量啊，即刻改变咗嘅，啱唔啱啊？所以个问题就系话，咦，原来啊，有电，跟住有个磁场影响佢咧，就会令佢有力出嚟，因为轻咗嘛，轻咗即系有力去搞紧佢啦，得唔得？OK，好啦，咁我哋嚟咯，下一页，嗱，呢度又系一个实验，嗱，呢个实验咧，喺 DSE 嘅 MC 同 Long Crack 都分别考过嘅。有电流呢度有电流整出嚟，红色系入，黑色系出。呢个实验咧，其实我睇下可唔可以搵一日啦，翻到学校拍俾你哋睇。然后呢度，如果你细心睇咧，中间呢度有嚿嘢，中间呢度有个叫油马，其实油马咧，你当系一条铁线咁样啦。好啦，电流入，经过条铁走翻出嚟。電流入經過條鐵走翻出嚟，好啦，呢、這個實驗係講咩咧？原來一通電之後咧，呢嚿嘢係會走嘅，呢嚿嘢係會走嘅。好啦，第二個問題就話，當我相反個電流嘅時候，如果假設開始向呢邊走，相反咗電流咧，就向第二邊走啦。呢、這個實驗係好明顯一個實驗，就話俾你聽，有電有磁就會有力。好啦，同學可以翻去 scan 一下呢個 QR code。scan QR code 就令睇下呢个实验点样做，OK 好啦。问题而家中午嘅同学要识啲乜嘢咧？呢一度要识呢一样嘢。嗱，睇实我咯，先睇第一幅图。嗱，第一幅图 N 去 S，OK 有个电流。好，杨永杰，头先你问咗一个问题嘅，你问咗一个问题就话，如果我而家咁样望。如果我而家咁样望啊，电流系走出纸面定走入纸面？又系指出字面，错，最左边幅图哦。电流系你谂下，我只眼咁样望入去噶嘛，离开眼喺边？乜嘢嚟噶？喺边？你望本书嗰只眼啦，或者你望屏幕嗰只眼咯，明唔明我意思？嗱，呢个系入，出系点啊？呢个就出啦，呢、这个就出啦，得唔得？呢、这个就出啦。好啦，嗱，睇下点，睇下我点样做咯。跟住好，你哋系咪个个都有书噶？有冇人冇书？有冇人冇书？我冇书啊！我冇书啊！我都冇啊！冇书去边啊？去紧边啊？哦，考公翻嚟啊！报考啊！翻嚟攞翻啊！要啊！好啦，你第一幅图边度可以翻去啊？你翻去攞书，我觉得 O K 嘅。好啦，嗱，望下呢幅图先。我将呢幅图画落嚟下边。如果左边系个 N，左边系个 N 啊，右边系个 S 吓，唔系，sorry，右边系个 N，左边系 S。我想问下磁场方向系点走？磁场方向系？N 去 S 定 S 去 N？喂，
答，开翻麦答，听唔到。S 去 hand 啊冇，唔系咩？有 N 指出嘅喎 ，N 指出嘅喎，系咪 ？S 指入嘅喎，得唔得？如果你边个喺度打喊老妈啫？如果你记得有个磁石，依个 N， 依个 S 嘅话咧，其实 N 系咁样出噶嘛，系咪啊？啱唔啱？好啦，嚟咯，跟住。我想問，我唔好理個 F， 因為咧，我哋而家係要學點樣處理依個 F。OK， 好啦，而家我咁樣望啦，即係我正面望去磁石，依個一嚿磁石啦 ，A 依邊 S 電流，電流啊，就係一個交叉嚟嘅，同唔同意？同意。見到嚟咯喎，重中之重嘅一點。范 Sir 忍咗一年冇教过嘅口诀咧，而家就要准备教啦。认唔认得呢幅图？好啦，嚟咯，睇我，睇我样，睇可以，同我等我三十秒。系咪就系嗰、那个？嗰、那个？哎，一只手，右手定律。系啊，系啊。后面有幅相嘅。咩啊？喂。你睇下小做功課噶 ，OK？ 我逼佢用 IQ 做功課啊？唔係啊，佢要睇片啊，佢啲老師錄咗好多片啊，你見唔見個靚妹啊？喂，你俾你同佢 say hi 啦，你哋啊 ？Hello，Hello， 好啦，阿玲玲睇 English storytelling。Three little pigs，OK？、Okay? 好，嗰個去睇，阿玲玲睇，好啦，嚟咯，同學口訣。一人跟我讀一次，口訣是什麼呢？ I 拉去 B 是力的方向。來多次，來多次口訣。 I 拉向 B 是力的方向，要不要讀多次？ I 拉向 B 是，沒錯，正確。 I 拉去 B 是力的方向，讀一次先，麻煩。 I 拉向 B力嘅方向，好唔该，你冇理。I 同 B 系咩喎 ？I 诶 ，B 系磁场嘅方向 ，B 系磁场方向得唔得 ？B 系磁场 ，I 啦系 B 系力嘅方向。嗱 ，I 系自己。一阵间唔该你开翻嗱，我一咧我要睇到你嘅动作啱唔啱噶？好啦，嚟咯。乜嘢叫 I 啦系 B 系力嘅方向咧？头先。如果你記得磁場方向，在你的屏幕那裡是不是應該是這個方向啊？是不是這個方向？嗯。是不是我這樣指？同不同意？ Hello？ Hello？ 喂，開翻， yes。 我要知道你望，是不是望緊我？望我的樣子先，是全部穿翻曬，我要知道你是望緊我的。如果唔係咧，紫色衫。是紫色衫靚仔，我話唔著衫添啊，真係。好啦，嚟喎，而家你做一次俾佢睇啊。好啦，如果你記得我頭先個樣咧 ，I 係咁樣嘅。嗱，唔係 ，sorry， 電流點走啊？係走入去個屏幕噶嘛，即係走緊入去個熒光幕裏邊噶嘛，係咪？磁場就由依邊去依邊，啱唔啱？好啦，咁樣走。好啦，個動作係點做咧 ？I 啦，去邊個力嘅方向？點樣做咧？睇實，先決定咗 I 先。而家咁樣係 I 啊嘛，走緊入去紙面噶嘛。啱啊！我一入去紙面就 I。B 係點樣咧 ？B 依四隻手指就要順翻住，順翻住個 B。如果你睇過佢個屏幕嘅話咧，個 B 咧就由熒光幕嘅右手邊去緊左手邊噶嘛，係咪啊？你有冇係咪咁樣噶？留意咯 ，I 係咁樣 ，B 係咁樣，睇唔睇到 ？I B。我想問手指公被迫要喺邊度啊？喺上。冇錯，嗱，你話阿 Sir 點解唔可以向下？因為你如果向下係點咧 ？I 向入，其實咁樣都係要 I 向入嘅喎。但係你一咁樣屈嘅時候咧，叫拉向或者屈向，一屈錯方向咧，你個手指就錯噶嘛。再加埋我哋個 B 唔係向依邊噶嘛，我哋個 B 係向依邊噶嘛，所以要決定到 I， 決定到 B， 力就一定係一個方向啦。同唔同意？可以。同唔同意？好，每人著翻個屏幕，每人著翻個屏幕，俾我睇下你係咪 I 拉去邊？
我揾咗出嚟啊！我揾咗出嚟买支 cam。嗯，未有梁永杰，你有 cam 嘅喎？阿子朗，你有冇 cam？ 冇。嘉杰，喂，有床。有啊，有啊，有啊。嗱，阿 Ray， 听住啊！如果补习社、补习社出嘅就系呢只手嘅补习社咁样咧，唔系我教。我话俾你听，出面冇补习社咁教嘅。出面冇補習社，淨係單丁用右手噶，好強悍嘅，單一隻右手，左手我嚟做其他嘢 ，OK？ 左手我嚟做其他嘢得唔得？好啦，嚟多次啊 ！I 頭先個 case，I 拉向 B 係力嘅方向，所以咧 ，I 拉向 B 係力嘅方向，所以頭先你見到個 case 咧，個力咧係向邊度啊？個力係向上嘅喎 ，OK？ 個力係向上嘅喎。是不是个力向上的容不容易啊好了我们试埋这个 case。今次呢 ,N 在左边 ,S 在右边那我开个什么画先我开个小画家。白板这里有的。好了留意啊今次 N 在左边 ,S 在右边。留意了如果 N 在左边 ,S 在右边。好了我想问磁场方向阿武你答多一次磁场方向左向右定右向左 N 是 S 定 S 是 N N 是 S 好唔该即系话咧呢条线系咪代表咗个 B 同唔同意系被逼要同意啦第二步你嘉业头先都喺度噶去咗边啊喺度嘉业之后都喺度噶好啦第二步电流系咪仍然系入噶头先好啦留意到啊如果電流係入，電流係入，你嘅交叉嗱，留意呢個代表 B 啦，呢個代表 I 啦，同唔同意？好啦，嗯，手勢點做咧？我而家就會咁嘅做法啦。好，先決定個 I， 睇我咯。好，使唔使放翻大我自己個樣俾你？定係都睇到？睇到啊，睇到啊嘛。I 向入屏幕，指引向你哋嘅，向入緊屏幕嘅。嗱，如果咁嘅方向咧，一屈個 B，B 係錯咗嘅喎。是不是 ?B 是不是错了那不行了被逼的 B 就要扭回头了 ,I 啱 ,B 都要啱当 I 和 B 的方向都啱的话当 I 和 B 的方向都啱的话手指公就被逼 向后了向下了。所以在这个 case 来讲个力呢就是向下了。看不看得明白看不看得明白嗯真的嗯你拿个手势你求其转一转就是啊即是你个 B, 即是你中指跟回个 B 转的呢你就可以这样顺住总之顺住好阿 Ray 这么拜拜好看着我出题目给你的如果假设如果假设磁场方向是这样 ,OK, 电流方向是这样力向哪里力力咪力咪指住我咯，肯定。其他人呢系啊，等等先。阿 Ling， 你点样睇部嘢？唔好乱睇。好，继续嚟多次。阿 Ray 话你话你指住我，指住你自己嘅系咪？系。啊，你冇理。阿子龙。系啊。系咪噶？系啊。啊。睇先，仲有邊個喺度啊？嘉業瞓醒未啊？嘉業啊，動作好中意啊！咩啊？阿 Ray 啊，唔係阿 Ray 啊，阿子豪啊，陳以心同埋阿六 D 嗰個啊五 D 嗰個啊，埋子豪失蹤咗。好啦，得唔得？向邊度？最後答案三二一，三二一。知我向前啊！向前。即是向自己定向外？對住我啊！對住我啊！向自己。向自己。有冇人話唔係向自己先？冇。好啦，個動作係咁嘅，留意咯。I 向下 ，I 向下。B 向右手邊，順住個磁場方向啊嘛。力就被逼向自己啦，睇唔睇到？所以咧，這個力咧，嗱留意咯，個力咧向自己就一點。你用 F 去表示翻啦，就叫指出指出地上的东西，或者向自己啦。睇唔睇得明呢幅图？咁多位，嗯，好紧要噶，呢个步骤系好紧要噶，唔可以错噶，得唔得？
可唔可以？好啦，再問，再問。今次咧，今次個問題係咩咧？如果假設依個係 B， 依個係 B，I 咧就係、是、咁走。咁我問力喺邊度？力向左。諗清楚喎、哦，記住 I 拉去 B 係力嘅方向 ，I 拉向 B 係力嘅方向。哦，係左啊，左啊，左咯，係左，係左啊，左啊，左，肯定，係啊。最後答案錯咗，喺自己屋企跳落去啊！系左嚟咯，左啊！谂清楚未？开定左啦，唔得啊！你唱 OK 好，睇住左，睇实 I 向入，指入指面，同唔同意？嗯。B 向下，系咪啊？见唔见到手指屈啦？好啦，既然系咁，手指屈就被逼单丁嘅方向啦，得唔得？嗯。可唔可以？嗯。可唔可以？好，再問嗱，記住今日我淨係教呢樣嘢嘅咋，今日我教嘅嘢唔多噶，因為真係唔可以錯啊！你本書唔係咁教噶，你本書唔會咁樣教你噶，得唔得？好啦，嚟咯喎！如果我問你，比較難啲嘅你先，如果 I 向右，好啦，跟住 B， 係 undo 一下先。B 咧咁样走，好力向边度？向住你，向住我，唔系你咩？我话开窗啊 ！I 喎，系啦，唔系啦，阿武你有冇 cam 啊？俾只手我睇下你点样喐。哦，我都开啲窗先，我啊，扮嘢。听住我咩？不是吗？不是向着屏幕吗？I 去 B 哦，不是 B 去 I 哦。哦。不是你，你是不是用错手了？点样？喺边度？最后答案。唔知哦。唔知。系我。边个知？睇住自己。向住自己开枪，唔该。向住自己嚟嘅呢个喺边度？咩嚟嘅呢个？系咩嚟啊？我就问你 ，I 向右 ，B 向左，力向边？得啊，我谂下先。I 向右 ，B 向左。系啦，力向边度？三秒，五秒，四，三。唔怪向上向上开枪唔该，你向住自己，向住自己有冇再开一次枪？继续啊，继续得 ，I B 啊嘛，系啦，哇好啦，开住啦，肯定个个都要开枪啦 ，OK， 睇下我带翻我自己先啊。先带翻我自己先，睇下先。啱啦，咁向住自己。好啦，睇实。系 ，I 向右 ，B 向左，系咪啊？屈唔屈到啊？其实屈咧系屈九十度嘅啫，最多得唔得咧？系啊。好啦 ，I 向右 ，B 向左，其实冇得咁样做噶，你冇得咁样屈噶，系咪？你咁样屈落去，向上又咩都好咯，系唔得嘅。好啦，留意啊，喺咁嘅情况底下。就唔會有力啦。衝廁水，衝廁所水啊！留意 I 向右，咁樣係屈唔到嘅，係咪啊？我哋記住一個屈九啊度嘅啫。所以咧喺依頭先個 case 咧就冇力出現嘅，得唔得 ？get 唔 get 到咁啊？好啦，如果你你忍我，如果你用翻物理嘅語言去講啦，嗱，留意。其實咧，點樣先會有力咧？點樣先會有力咧？嗱，聽清楚啊！當
當你記住嘅書亦都唔會咁樣講。我覺得我今次講得咧係比較唔錯嘅。咁嗱，留意啊，幾時先會有力嘅出現咧？係當 I 及 B 有切割嘅時候。咩叫切割啦？你諗下啦，如果我個即係九十九，冇錯。如果 I 係咁樣走 ，B 咧就切到落去噶嘛，係咪啊？但如果 I 咁走 ，B 咁走，你諗下啦，你望我隻手咯，當依個磁場線，好啦 ，I 咧咁樣片緊落去，我隻手會裂開啊，就唔會有力噶啦，得唔得？所以要切割先啊，即係或者九十度先會有嘅。行不行？好了，再問你，好了，調回轉問了，當我現在調回轉問了，如果假設 I 向右 OK， 好了，最後有個向上的力出來，如果這個是 F 來的，你告訴我 B 向哪邊？ B 是怎樣？錯聽不到？錯B 向邊度？嗱，有 I 有 B 啦，好明顯有，唔係有 I 有 F， 好明顯係有力噶嘛。力向邊度 ？Baby，come on， 力向邊度？錯咩啊？對面錯。個 F 唔會咁樣向上啊？點解唔會？梗係會。會向上。唔係，總之 I 向右 ，F 向上。啊！依喺边度？喺前面啊！前面指系指入纸面定指出纸面？指入指出纸面。指出。好啦，睇下我点做咯。好 ，I 向前啦，力向上，啱唔啱啊？睇唔睇到只手？睇唔睇到只手？好啦，得一个方向可以屈啫嘛，而家我系咪啊？啊！入咯。呢系指入咩？手背向你，手指公即系指向你哋个，即系指入咗平光荧光幕噶。哦，系啊，指入平光幕。指入纸面咯，所以喺呢个 case 上边个 B 一点定交叉？一个系交叉，交叉系啦。惊唔惊到？嗯。惊唔惊到？嗯。嗯，呢个次咯喎，假设，哦，假设，嚟啊，假设而家 I 唔知向出定入，总之系咁啦。好啦，跟住，有个力感受到向左嘅，好，点做？反嗰个啦。B 系点样？个 B 系向上。B 向上肯定是很清楚、哦、但是 Radar、哦、其他人呢楊永傑啊啊李慕莉啊啊子朗啊還有誰在這裡啊向上我只要你未出聲你向上向上、啊、向上向上你向下向上向上、啊、應該怎樣走你哋有幾多人有屏幕嘅？喂，俾個屏幕我睇睇，我想睇下你哋隻手指點。唉，俾你睇下啦。唉，我俾我睇睇先。唔係喎，嗱，向上啊！見到啊，阿 Ray， 我唔係教你用呢三隻手指㗎。向上，向上，向上。倒轉啊！嚇？向上啊，向上啊！你最後左右手倒轉，睇死啊！嗱，記住所有嘢用右手㗎，所有用右手嘅。OK， 好啦。阿 Ray 邊度學㗎？佢書啊，睇書學噶啦。我唔會咁教你，我唔關事啊。咪係咯，唉。好，睇住我。I 咧向自己，同唔同意 ？I 向自己，啱唔啱？嗱 ，I 向自己咧，其實有三百六十度嘅方向噶嘛。但係個手指公就被逼咗向左邊噶嘛，係咪啊？所以得一個方向可以屈，就可以屈向上啦。見唔見到？淨係可以屈向上啫。Yeah.所以在这个 case 底下个 B 咧，一定向上啦，同唔同意 ？O 唔 OK？O 唔 OK？
O 唔 O K 先？嗯，好啦，最后一条，物力嘅方向，最后一条，好嚟咯。如果个力向出嘅，即系指向你嘅一点嚟嘅 ，F 一点嚟嘅。好啦，今次咧又话俾你听个 B 咧系咁样走啊，喂 ，I 点走？哇好！哇系！哇向下，向下咯，肯定。嗯，睇下。A 字好似嘅，指出指，睇下，睇下咯。好啦，喺我嘅口诀底下咁点走咧？力向自己，系咪啊？手指公向自己啦。屈完之后，屈完之后要向右噶嘛？系咪啊 ？I 就要被迫向下啦。I 拉去 B 系力嘅方向 ，I 拉去 B 系力嘅方向，系咪啊？所以今次个 I 咧就向下啦，得唔得？好啦，嗱，今日最后一样嘢要考你嘅。看完了，如果看看镜子之前学的东西，假设这里这里先直到先 OK， 然后这样走。第一个问题，这个导线的左边和右边的磁场分别是怎样的？拎不到那么近，为什么？条线的右边和条线的左边Baby， 喂，有人答到我咩？如果长直左边，我应该点走？左边系点？左边系点？啱，右边系交叉，正确。因为一条长直导线做出嚟嘅磁场系圆形嘅，得唔得 ？OK， 呢个你要温翻书啦。好了，今天这条问题是问什么呢？如果我这里两条线，第一条线 ，OK，I 是这样。好了，看实了，这里有两条线 ，OK， 好了，如果我告诉你，这个电流这个电流是这样走。我想问这两条导线，我告诉你，要是相吸要是相斥的了。什么叫相吸相斥？要是就弹开，要是就两条导线吸在一起。我想问这个这样的情况下是相吸还是相斥呢？相斥。喂，咁顶系啊！佢中间嗰个咧，都系都系一个入一个出啊嘛，系咪啊？好啦，嗱，我用靓啲画啦，我依个画得唔靓，我用两只颜色。好，第一只颜色咧，我叫蓝色啦，我条黑色画条线先，依叫一。好啦，哇，我个侄女一路系咁唱歌啊，一路睇住电视。好啦，咁有两个。两个情况啦，好啦，如果个 I 依个系咁走，个 I 咧系咁走，相吸定相斥咧，咁就你又易睇啲啦。嗱，呢个题目点样去考虑咧？呢条题目点样考虑咧？我想问，一条长直导线佢有磁场做出嚟噶嘛？其实如果你望我咧，佢自己。因为呢你记得条公式呢，即是 上一堂 B 等于 U not I 除返 R 呢，当条导线个 R 越大代表个磁场，但当 R 是零，当 R 是零，即搭正条导线上面呢，个 B 是冇意义的，所以呢条导线唔会有个 B 影响自己，佢会有个 B 影响佢外面嘅所有嘢。好啦，睇下条黑色，听实吓，剩翻两分钟佢就会自己识安吓。如果断咗嘅，我再放翻条拎出嚟，再入翻去啊，得唔得？又系拉扯。好啦，留意咯，
對於呢個 I 嚟講，呢個 I 嚟講咧，喺佢嘅右邊，喺佢嘅右邊係會有一個向入嘅電流嘅，同唔同意？嗯。好，等一陣。好啦，有個向入嘅電流嘅，得唔得？好啦，咦？如果係咁嘅話，藍色嘅 I， 藍色嘅 I 遇到一個。醒佢一齐，系啊，小朋友醒一齐。一个磁场，遇到个磁场嘅话，我想问喺呢个 case， 佢感受到咩力？个力亦都向边个方向？力向边度？喺呢边，喺右边呢段。啊？喺右边呢度，向边度？力向边？Come on！ 力喺边度？力喺边度？你话右边个 I 啊？系冇错，力我讲紧呢一边，我讲紧呢一边啊，呢一边力喺边度？力向住我。错。左边。向住你。唔系左。左边。向住左。错。唔系左啊，阿兴。左。I 啦向 B，I 啦向 B，sorry， 向左嘅系咪啊？